热爱时尚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祖儿。你觉得 Tiffany 是一个适合不同年龄段都可以，的女生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，然后自己喜欢的饰品的？其实像 Tiffany，她也有很经典的一些饰品，然后呢，但是她现在也有一些像 Hardware 这种，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，今天呢，我是戴了一个 Hardware 的一个项链，然后。这个戒指是 Victoria 系列的，然后这边也是我自己，其实平常特别喜欢的一个 Hardware 系列。微博公布恋情，行吧？没有，我主要其实就是送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适合他们的礼物吧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挑礼物肯定是要让收到礼物的人喜欢啊。夏天嘛，我觉得就补水是反正一直挺需要的，然后一直坚持补水吧，然后注意清洁，多喝水，注意休息。没什么特别不开心的，然后开心可能过生日吧，过生日可以收礼物啥的，所以就是好好把信息排好，然后，忘不了餐厅也在播，然后6月3号马上9州缥缈录也要播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